如果是跑步人的话，我们就会可以有自助的美食咖啡，然后会有盐，可以做生盐水、跑者盐类。这边有四个小盒子，可以帮跑者存放一些东西，像这个放松的这个棍子，可以用来放松我们的那个上肢，然后有一些训练的设备，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训练。之前是一个那个咖啡店，然后现在就只服务于跑者。如果你不是跑者的话，就是拿杯一杯。老板自己比较喜欢跑步，更多的这个店是。老板用来自己休息，然后给大家提供福利的目的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。跑者驿站看就这个了。说实话，我是一名跑者，就很希望有这样的店，因为其实跑步之前是需要的地方可以放东西，然后可以跑完之后休息一下，更换一下装备，开车然后在车上放东西换装。